不行，今天这有点毛病，客户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 AP 狗头人，一级学个 E。我们也不推兵线，你一个刀你也别想补，我跟你说。我看你能有多少蓝。不要让他一人又一兵就可以了，你扛着我打，你扛着我一，闪现了，他不想丢太多的血，这也倒可以理解。吃个药来 ，A，Q，A。中路劫，去野区了。Q 人加 Q 兵，什么打野？螳螂打野，没事不怕啊。去野区，我到了，王者龙。这螳螂有点意思啊，找我对拼，我这大鳄鱼一套三连击，谢谢黄先生的办卡，我得把这蟹给他收了，先 AW 破盾 AQ， 谁也别收这蟹了，我要了。狗头人已经没有多少血，那个没有多少蓝了啊！谢谢十年 DNF 萌新，先 Q 一下回个血，二段 E，W 晕住，平 A 接 Q， 不打了，不打回家就算了。这真是一个 AP 狗头人吗？我们推线回家啊，这波。这波办卡抽奖只有10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还有6分钟开奖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奲了。一上来晕住，红路 Q 走。平 A 闪现 A 接拔 ，W 没出来，嗨呀！这波 W 出来他就死了 ，W 没出来，没换掉 ，W 都进入 CD 了都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 buff 转移一波，下波再把它拿回来，我们就血赚 ，beautiful。不是闪现 A 送。刚才他这个地方一个圈儿，我站在这个圈里肯定会被烫死，我们只有一点点血，一点点血啊，只有那么一点点血，我要么直接闪现走，要么我回头闪现杀他，我走不一定能走得了，但我杀有可能能杀得了，还真就 AP 狗头人了。炮车你要吗？炮车你都不要，兄弟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红路晕平 A， 这家伙，感谢墨兰花雨。
能不能把我的双 buff 给我还回来？还有多长时间？马上没了。平 A 红怒 W 点燃 AQ， 我的双 buff 漂亮。漂亮，我的双 buff。在这等他啊。一过来扣一下铁刺鞭 A 接 W 来人了，那算了吧。在这等着啊，到底来没来呀？啊，来了。那六级的杰来干哈来了？别急啊，在这等着狗头人，他可能会推，他推我们双 buff 粘住他，他就死。但是他有可能有闪现，所以我们要留两段 E 来杀他。你能来一波不？我就想问一下了，你能不能来一波？就怎么就来一趟就这么费劲就？就怎么就这么费劲？那早点来呀！你说，枯萎，我走了，我铁刺鞭，哎呀，差200，差100，那不行，这100块钱，我得等个可血战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扣一下。什么呀，我的天，他为什么辅助会来到上路？玩的是真头痛啊。先来个可血战斧，没事，我可血战斧了。哎，中路单杀可以啊，小心点左边。玩个屁，打个狗头人还是个 AP 的，就哐哐哐就 E。你好像没啥蓝呢这波呀。嗯，你蓝够用吗这波？走了，走走吧，走，我们吃大鼻。先闪，打不了可血战斧，平 A 红怒 Q， 别急，四秒大，我先一走，我给大招，
和血战斧一抠死，一回来平 A， 平 A 套点盐，跟我俩反复横跳，这两个小子。不是空大，那鳄鱼那个大招啊，它不是说顺发的，它得有一个小读条，你可能不知道。鳄鱼跟狗头人的大招都是有一个读条，这个读条呢有可能会被秒，并且我们这个开大吧，它得攒怒气。那两个人之所以他不敢上，就是因为我有怒。我要没有怒呢，螳螂你看看他敢不敢上？他100%他敢往上上。一个你也补不着，回家了，出个死亡之舞去。哎，我杀完这两个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好起来了，我的妈呀，来中路把杰给他截住，不要让杰去打小龙去，截住这个劫。可以，我到了，可以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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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在后边呢。那大刘，别怕那刘，那刘别怕啊，那刘一过来 W 可血战斧 AQ， 再一过来平 A 开大招，再 A， 再 A 一个红怒 Q。没有用这绝望，一下红怒晕 A 可血战斧接 Q 二段 E 平 A 小炮也得死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蓝 buff 有没有？没有，打他个蛤蟆。这波我们杀了三个人，日女儿还死了。差不多可以撤了啊，差不多了，那我陪你再推一波。走吧，既然你这么想推，走回家。哎，你真敢往上上啊，晕住了。 AEAQ 继续来，就剩小炮一个了，没事，感受他我们就杀他。我给那刘扛塔的。哎，这刘啊着什么急呀、啊、这刘大，我没事儿，开大招一过来可血战斧抠一下，致命点盐，吃我一个点盐。 A 接红怒抠， A 接平 A，可以杀的劫啊，红怒扣一过来把不留住，还好我的点盐是13级的，要不然这小炮点不死。继续上啊，这呀，这小炮还敢跳过来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来个血手，下一件装备出个振奋，然后配个九头蛇就行了，也不用黑街。这怎么回事？
往这走啊，往这走。一段 E， 闪现 W 晕住，可血战斧接个 Q 平 A， 给我杀！我就不知道这防御塔到底是有什么用。可血战斧杀俺们家的刘哥，他回不回来？我回来，来，刘哥往我这走，刘哥。假装不追，让他劈一手一过来，晕住和血战斧接 Q， 把中路塔拆了，可以给个舞台了啊，可以给个舞台了，但是越不了塔。可以来个舞台一 v 五一波，给个舞台。一上来 W 可血战斧 A 一放 A，A 接一个 Q 平 A， 刘哥死了。平 A 一过来 Q 一下 ，W 可血战斧平 A， 这一波呀，这一波不应该了这。小炮如果杀了，我能把这姐也杀了。先来个水银海，再出个这个舞台给你了。我都说了，不能越塔，不越塔他们都不好使。那防御塔打我多少血，你自己瞅。小龙两条，这不行。这个劫什么意思？我来打个红，给我让地儿了。其实下件装备出九头蛇能更厉害一点，我觉得。这把振奋好像不太需要。回点怒气。谁死了？杨志女往上指啊，我们打后手。一上来晕住和血战斧 AQ， 一回来上高，上高地哎呀死不掉啊，和血战斧套点盐，你好顶啊刘哥，不过无所谓了，能杀就行了。这劫怎么回事？这劫，不管这劫，我们上高地。小炮没技能啊，这波小炮敢皮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一上来 ，W 住，我们先把塔拆了啊。我还有血手呢，我可血战斧双 E 平 A，W 住红怒 Q 平 A 再 A。再 A， 再 A， 接个 Q， 团灭了吧？那螳螂火了啊！老螳螂不敢上，没事。收一下，攒个红怒，晕住和血战斧 AQ。两段 E 可能能杀啊，我怂了。
怂了。晕住，平 A 接 Q 开大招一过来 ，A 二段一可血战斧，斜着闪闪现 Q，A 拿着女斩怒。A 打反溜，平 A Q A E 一回来可血战斧，我卸手还没触发呢，我的卸手，给我这劫杀了，往哪走？那狗头人我已经十年没看见过他了，他上哪去了？大龙可以，1650加3300等于多少？1650，3300，4950，4950减200，4750，可以啊，4750，我们就回家，来晕住。A Q A 意思，把下塔拆了，杀我们的轮子吗？一上来，这劫哪去了？这劫呢？哎呦我这劫 ！A Q A 可血战斧杀狗头人，他是 A P 狗头人。我一上来，我先晕，平 A 减速，再 A 接 Q 平 A。队友呢？杀我队友！给我晕住，可血战斧加 Q， 跑，往哪跑？个老螳螂！我双 E， 挂个七，可血战斧风筝我，我打个蛤蟆。差200块钱，啊，哪个密码？你说我那个改一下呗，可以改啊。我死了，不关我，我影响到没事，是我的问题，分心了，分心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跟兄弟们说一下啊，跟兄弟们说一下，兄弟们给个舞台，一 v 五一波，给个舞台，把舞台交给我，我先把外面的这个网页给它关了，省着我们有可能会卡。给个舞台，先等着维克托死，让他们不给舞台。首先，我们先 A 闪下眼儿。搜一下，假装自己掉线了。A W 可血战斧双段 E Q 上来，平 A 我
借手还没触发呢，先杀狗头人 A 接个 Q， 为什么这么疼？我怎么死的？咦，我怎么死的？好像杰跟小炮那个大招爆我爆的有点疼，那个 E 跟那个小炮的 R， 不是小炮的 R， 杰的 R 跟那个小炮的 E， 两个人一爆爆了我一半血，当时我这没有可血战斧，好像不行啊，好像不行，我们得先杀狗头人，因为狗头人有减甲，他可以让我的护甲变低。或者我们不得九头蛇咱不要了，咱给他换一个，换个反甲，九头蛇我不要了，这玩意儿呢好像吸血没有很厉害，我给他换个反甲，全死了，死光了，大龙吧，对面要五条龙了，啊，四条龙，咱就不狼了，好吧，狼了一波差不多了，咱可以打个大龙了。他们家马上水龙龙魂都出来了，看红有没有。他没有龙魂了，哎，日女来了，把日女给我杀了，平 A 红怒晕 AQ A 和谐战斧，平 A 用 E 躲他 R 啊 ER 平 A W 柱 A E AQ A 先杀小炮，闪现 E 再 E 晕住抽一下，杀狗头人，假装往上追，其实不严，等个劫，一上来放 Q， 一过来，这他妈的两个人全是木印，那我猜，双断 EQ 上来，风筝我。Q 死，你还修起来了，你还给我咬住，冷酷捕猎，冷酷无情，干嘛？火焰换了反甲就会右一点 ，R 开起来，一过来 W 晕住 A， 再 A 一个 Q 一走，那狗头人脆的跟个籽儿一样 ，Q 一下一过来晕住和谐战斧接平 A， 再 A 红怒 Q，A 一过来红怒晕，和谐战斧接个 Q 平 A。双翼走晕住劫 AQ 回来杀这个螳螂 W 晕住一上来和谐战斧 AQ AE A 接 W 红怒 Q 一过来晕住 A 和谐战斧接 Q 平 A 给我晕住了，